第四十题，如图中甲乙丙丁戊五个人立于平面镜前的固定位置，则戊看不到镜中哪一个人的像。用老师上课的教法，这个是东西很多，人有一个，很适合用的是从人的眼睛打向平面镜做反射线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它的反射光，它的反射光，那么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反射光范围内看得到，只有丙在反射范围内我们看不到。或者是呢，可以用一般老师的教法说，我们去做丙的成像，然后呢把戊跟丙连成一条线，它没有经过我们的镜子，所以我们是看不见的。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，第四题问我们说则戊看不到镜内哪个人的像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 丙。